喜欢吃鱼的朋友可能有鱼刺卡在喉咙的经验。接下来的影片介绍如何把喉部鱼刺取出的过程。透过内视镜，我们可以看到鱼刺卡在喉咙的深部。鱼刺位在箭头所指的位置。因为喉咙呕吐反射敏感，鱼刺可能看得到而夹不到。再试一次。Bingo， 夹到了，病患和医生都松了一口气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利用 email 或部落格与我联络。